上去买票，他就带你市区绕。在这市区绕啊。在市区绕。他们跟市委的这个上买票就要一圈啊。那个哪发呀？买票，上车买票。啊，上车买票，一张好像。几块啊？一张18块。18块。从头坐的。因为他就是在市区一绕一绕。那中间要下吗？让下，下了再上嘛。下了你也作为同乘，应该是有站的。它有两种，你问一下，你有些可以下的，有些不可以下的。啊。有些下了上来再另外再买。还有，这个上过去刚那个摩天轮。摩天轮，昨天我们去的，下面。摩天轮它有配套，你可以坐摩天轮，那它有那个水陆两栖车，所以可以市区绕一圈，然后再下海去绕一圈。这里都是购物商场、饭店。动物园去过了吗？动物园、飞禽公园。不去了，你们还有多少天的时间？就今天一下午，半天了。半天了。这些咱都去过了。公园咱不想去。不想去。没有小孩就不好去了。有小孩去比较好。不想去了。那些是有带小孩去比较好玩。这上去要买票。票好像是应该是20块钱吧。这个也买票，这家这张没上，咱都啊，对，这个要买，这个买票可以配套。啊，买票是配套的。还有就是，它可以，你可以单独看上去的，或者是跟它的那个游览车一起。游览车就市区绕一圈，然后下海，去海那边绕一圈再上来。那这个三个大楼了。三个大楼就是这地方，然后右边是它的花园，有一个很大的花园。去过了。那两个人去过了，那头一天来去了。这里也是一个博物馆了，它的一个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。上次在那里看，这地方多小，那跟一人不？哪呀？咱俩走了呢。你们是住哪间饭店？就那家吗？我就刚才后面那家。啊，对。哎，这个这里个玻璃门，这里入口了。啊。这是入口啊。啊，对。嗯。哎，这里到了，5:06。从这边下了，好，你可以下，小心看车，谢谢。问人呐、啊，你问你早会讲中国话的问。嗯。这里进去。